试过多少，才不会被现实看到。只是相爱很难刚好，陪着你就好，这样不算打扰，还依然听到爱你很久清晰的心跳。那一份爱放在我心里变成了心事，就一直在你身边围绕。我依赖的你可能都不知道，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，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，爱过的人现在应该都很好。记忆它如诗如画的线条，镌刻出某段青春的寥寥。我害怕知道，又很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。依赖的你可能都不知道，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，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，爱过的人现在都很好。爱着的你应该都知道，你从未缺席过那些美好，原来你才是我一直珍惜的每秒。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好。在想直播的时候说什么？也是，毕竟直播嘛，说了就不能改了。能怎么说呀？实话实说吧。那楚瑶呢？记者一定会问的。喂。我知道，你怕说了之后，所有人都会关注你和楚瑶的感情问题，各种议论，再加上韩子们横插一脚，你怕楚瑶变成舆论的中心，你怕她受伤害，甚至怕被阿姨看见之后，让楚瑶更加崩溃，是吗？这都是我的责任。我才没有和我在一起，就不会经历这些了。我真的很爱他，我真的不想看到他受伤害，不想看到他被推到风口浪尖。我是李叔，我很早之前就问过你了，除了你自己之外，你觉得把楚瑶放在谁的手上你才有安心？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根本原因在于韩子墨。而且，你觉得楚瑶真的是要你所谓的那种大大方方秀恩爱、毫无顾忌的恋爱吗？刚才你也说了，你真的很爱他，那你真的舍得放弃吗？当然不舍得，来不及了。我知道，你和楚瑶在一起之后，你觉得楚瑶的经历和遭遇太多了，她所承受的也太多了，你把这些遭遇和经历和所承受的一切归根于你自己的原因。公司牵扯进来了，你怕楚瑶受伤害，也怕对不起我们，对吗？我多想找一个两全的方法呀。我理解，可是老叔，有的时候如果顾虑太多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做理性的判断的。韩子墨也是只准了你这一点。我觉得，有的时候可以不用顾虑那么多的。就像你决定公开这次信息泄露的事情一样，
放心大胆的按你自己的所想去做吧。也许不能两全，但是起码我们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，不是吗？大不了一起还债了。怎么能这么恶毒啊！哎，你才花心呢，你还花得发亮了。哎，这些人出生的时候是不是脑子被切掉了？不是，老婆，你先不要这么激动，你现在有心情平和。我怎么平和嘛？你没看到朱毛都被骂成这样了？那你现在你在这儿骂，人家也听不见。哦，也是哈。那你来，快帮我回帖。好，来，你别激动，别动。那你先坐下，慢点啊。啊。好，你说回哪条？就回那个骂他花心的那条。行。也不知道楚瑶最近怎么样了，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。哎，你不是在公司能见着他吗？他怎么样？哦，没事，今天单总啊让他先下班了。啊，那你们公司的人没有瞎传吧？最怕的就是那种人跟着在网上瞎传，当面笑眯眯，背后捅你刀。没有，人家子墨已经到公司帮他澄清了。你说这个什么？韩子墨，他去干嘛？你说话呀！我当时也没在啊。然后他们跟我说，子墨说他是楚瑶的男朋友。不可能，楚瑶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是。但楚瑶也没反驳嘛。不可能，这中间一定有问题。啊，嗨，人家两个人的事儿，咱俩一外人，激动啥呀？说不定楚瑶真的觉得子墨还挺好的，然后他俩就真的复合了。不对，那什么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老婆，已经这么晚了，你就不用打了。冷静点，咱还要采访。不是吗？听说一会儿你有采访啊。你想干什么？承认你们公司利用用户信息做灰色交易，和李楚瑶的视频是假的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危险不了。好什么不等到来呢？哎呀，罗叔，刚才你实在是太帅了！你走之后，你都没看见韩子墨的表情，整个一呆若木鸡。韩子墨来了啊！就刚才，什么情况呀，罗叔？行了，咱们自己人，就别这么八卦了。哎，C，记者。记者还有一个半小时到，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的情况呗。现在因为韩子墨的视频，加上咱们之前拍短视频失败的案例，大部分人认为我们出新的视频是假的，顺势也开始怀疑我们的产品。不过我认为。这应该是有人花钱买的，剩下一部分人就还在猜测你们仨的关系。这部分人的猜测五花八门，跟写小说似的。那合作方呢？还在接着退单。不过我已经叫工厂停工了，这样继续积压产品，
我们资金也跟不上了。吴总，根据消息，李洛书会代表初心接受采访，全程直播，事后纸媒再跟进。为了抢时间，居然选择了直播。那我倒要真要帮帮他了。那些材料，压着点时间发。就选择他直播的时候。我敢保证，李洛书绝对不敢承认有信息泄露。我现在倒要看看，一边直播一边被打脸，这样的事故会有多少人关注？但韩总那边，他好像有其他计划。不用管他。喂，等等，知道了，那资料暂时先不用发了。好。你好，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。众所周知，在过去的一周里，初心科技陷入了一系列的舆论风波，您此前一直都没有回应，今天为什么选择了回应呢？之前没有想到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情真的会影响到我的家人，所以现在我不得不出来澄清。家人，您是指黎初瑶吗？你们两个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两个确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但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是亲生姐弟，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。可是网上的舆论都说，你们拍摄的情侣短片是利用虚假的视频欺骗了消费者的感情，您又如何解释这件事情呢？在这里呢，我必须要向大家保证，我们的视频绝对没有造假。我对初瑶的感情是真的，我的心跳反应也是真的。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对比市面上同类型的产品，看我们的数据是否一致，这样那些不实的言论也就不攻自破了。可是韩子墨一直声称他是你们两个关系的牺牲品、挡箭牌，是无辜的受害者，并且发布了一系列的视频和照片，证明他和黎初瑶是真心相爱的。那你们三个究竟是什么关系呢？韩子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他单方面的所为。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，初瑶又不是什么公众人物，那些视频、照片被这么快地放到网上，制造这些舆论，如果不是有计划的话，那也太奇怪了。所以初瑶才是整个事件上的受害者。可是您如何保证您不是出于对情敌的嫉妒而去恶意捏造呢？现在我们在直播，我说的所有话都可以负法律责任，所以初瑶才是真的受害者。请大家不要再恶意的猜测，让他回归自己的生活吧。说到法律责任，就涉及到初心的另外一个负面新闻，那就是初心是否真的存在泄露用户信息的行为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我必须要向我们的用户道歉，因为我们的数据库确实遭受到了攻击，但我们绝对不可能去主动出售这些信息。现在我们也在走法律程序，进行一定的补救。那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，您觉得会有谁去攻击初心公司的数据库呢？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，但不敢妄下结论。我们能承诺的是，一定会请安全领域的专家来重视这方面的问题，一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。所以，请大家能够再相信我们一次。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。会查不到呢？完全没有记录吗？是的，吴总。连一个华阳的入侵记录都查不到，你们还能干什么吃？昨晚怎么值的班？吴总，华阳在公司上过班，有可能他已经破译了公司的密钥。这都能让他给破解了？
以公司目前的业务规模和用户量，信息安全确实存在隐患。你明知道存在隐患，为什么不及时解决啊？对不起，吴总。不要再跟我说这三个字！我请你们来是来解决公司问题的，不是让你们天天跟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韩总，没想到李洛书会这么做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。需要做点什么？帮我盯紧吴亚军，我要搞垮初心，现在不能少了他。好。至于李初瑶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说你就这么承认了，不怕韩怎么找你麻烦？我们又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承认？再说，如果现在不站出来，那那些流言蜚语对初瑶的伤害只会越来越大。确定举报韩子墨？如果他真的动了他爸非法转移的那笔钱，那我必须举报他。我不能再看他这么胡作非为，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是该收拾他。喂，陆叔。我已经往你邮箱里发了一份资料，吴亚军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解决了。谁啊？欢迎。韩总希望你能够好好利用这些资料。麻烦你回去转告一下韩总，那些用户的资料我都已经删了。删了？嗯。这么重要的信息，你为什么要删掉？李洛书也明确表示要走法律程序，难道我留着这些信息等着别人查吗？您这是 IT 公司，这么多技术人员，这么点小问题解决不了吗？怎么管理我的公司那是我的事儿。你别忘了，现在名义上我还是你的上司。你不要觉得你就靠那一张脸，这能耍出什么花样来？在韩子墨那儿，你连黎初瑶的替代品都不算。如果没有什么事就行，走吧。吴总，这是您让我联系的机构名单，这是融资计划书。啊，对了，安全问题解决的怎么样？他们报了一个专家的名单，名字叫 K， 说是想请他帮忙设计安全方案。好，那就对外先放放风声吧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目标，原名不详，江湖人称 K。2013年到2015年，连续三年率领团队夺得世界黑客大赛的冠军，最后一年呢，以总积分超过第二名20分的成绩夺冠。但是接着他就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黑客赛事了。传言他加入了国内的一个云计算和移动终端安全研究的白帽黑客。如果我们能把他找到的话，那我们目前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。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
并不知道。不是，那你给我们介绍这么多意义在哪儿啊？这不浪费时间吗？就是，你听我接着往下说呀。我呀，研究了网上关于他的所有消息以及发布消息的渠道，还真让我有一个发现。是的，他是一项比赛长达10年的发起者。什么比赛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太相信。填字游戏。什么？填字游戏？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吗？信。那我接着查了。接着查。哎 ，C， 你那边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虽然有一小部分用户有卸载行为，但是由于我们关注度暴增，我们下载量反而有一个小高峰，而且网上关于我们产品质疑的声音也在逐渐散去。那就好。可是我就是担心飞翼后面会不会还有小动作。看来我还得再找一趟吴亚军。这是你们公司堂堂购买水军泄露用户信息的证据，你看一看。你都说了这是堂堂干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可他走的是你们公司的账，又怎么样呢？单凭这点，你就能确定我跟这事有关系吗？还有，你是怎么得到的？有人发给我的，不行吗？有人发给你的，合法吗？合不合法，您心里应该有数吧？威胁我？我不是来威胁您的。这些事情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，我是真心希望咱们可以公平点，不要再搞这些手段。还有，您说您公司都发展到这么大了，为什么要和韩子墨缠好在一起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您自己独善其身，这样不好。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我跟韩子墨是一个阵营的呢？那您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，咱们就得好好聊聊。喂。啊，那什么，你下班来喝酒啊！我请你喝酒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这两天特别忙。忙什么呢？嗨，投了个影视公司的案子，这个公司啊，之前的账太乱了，今天下午就得开会。哎，对了，就是初妖也在跟的那个案子，他因为这事儿已经在公司睡了好几天了。难怪。你们今天下午几点开会？下午1点半吧。我说你小子，你从国外回来做事怎么这么极端呀？哎，一言难尽。行了，你先忙吧。啊，你来了，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？我上面要开会了。啊，是这样，前段时间呢，我跟初妖见面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手机给摔坏了，我想还他一个。他不太忙嘛，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他。你帮我给他呗。送东西这种事儿，那是别人帮送的，他一会儿就下班了，自己给的。还是你俩还没说明。哎，我们俩。不是还没有接受我吗？我也不能勉强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想还给他。你也知道，我要是给他的话，他肯定不会接的。你俩不是一会儿开会吗？你就
悄悄地放他包里就行了。不要，别拖了，秦云。哎，等一下，千万别让他知道了。知道了，我走了啊。秦云，哟，这么早就来了，初阳。早点来做准备嘛，这周辛苦你们了，幸好有你们帮忙。这都是我们的工作，你才辛苦呢，连夜在公司睡了好几天。哎，初阳，刚刚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，好像看到行政部门的人在找你。找我啊？好像是。哦。那边，要不你过去看看。行，那我去看看啊。就在那边。哎，怎么？行啊，我给你放进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拿回来。秦云，来我办公室干嘛呀？找我有事啊？啊。什么事啊？啊，是这样，林雨想让我帮他约你一下。他怎么不自己联系我呀？是这样，其实呢，这两天啊，我发现他在家里待得特别闷，特别不开心。那我就想，等你忙过了这阵了，就到家里坐坐，或者约他出去走一走，逛一逛。可以啊，刚好我这周末有空。好，那我们周末见。哎，好，我先进去了。哎，先忙先忙啊。先出去一下。哎，好。
关于这次开会的内容是要绝对保密的，千万不要泄露。这是真的想送楚瑶手机啊？当然了，为什么这么问呢？那为什么你又要自己送呢？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，应该让他知道我的心意。这一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楚瑶了吧？不是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问这么多问题啊？没有啊，兄弟，你是真的爱李楚瑶吗？当然了，怎么现在连你都不相信我了？嗨，没有，是这样，我就有点好奇，为什么当时你俩没在一块儿？你说她是你女朋友吗？我是在帮她，我不想让她被别人继续恶意重伤了。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。如果不是你告诉我楚瑶那么多的消息，我都不知道以后该为她做什么了。我没告诉你太多吧？怎么没有？楚瑶开会加班，还有洛书公司升级的事情，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？啊，对了。我之前买手机的时候呢，看上了一款婴儿床，挺可爱的。回头我买了给你送过去，你就跟林雨说是你自己买的，怎么样？哎，不用了，还早着呢。秦月，就别跟我客气了，需要什么直接跟我说。行。哎，我就先走了，林雨一个人在家，回去太晚了不好。路上小心啊。哎，走了啊。录音数据已经恢复了，内容也以文字的形式都发下来了。行，用这个手机把录音发给龙天的几个股东。啊，对，再附上几句话，要以李楚瑶的口吻。好的，韩总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，还让秦云去送手机？这样很容易留下重要的证据的。不把证据留多一点，万一单言打算包庇李楚瑶怎么办？至于秦云呢，我是故意让李楚瑶知道的。为什么？如果李楚瑶知道秦云有意陷害她的话，多半会默默扛住的。林允呢，就是个好面子的人，如果让他知道呢，他会记恨在心。如果不告诉他的话，对于李楚瑶呢，这是一根刺。所谓的亲姐妹，因为她离了婚，
她日后还好意思见她的亲姐妹吗？你很了解李初瑶。我以前就是因为太不了解她了，才被她耍得团团转，害得我爸死得不明不白。这笔账，我一定要给她算清楚。老婆，嗯，我给你买的那个孕妇专用的化妆品怎么样？我觉得你这段时间皮肤是越来越好了。有吗？但我好像长斑了哎。斑？我看看。嗯。哪有斑？我觉得你比之前漂亮多了。老婆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，你看，你也好长时间没出去玩了，我呢就帮你约了出游。你们要想在家呢，那我就出去。如果你们要出去，那也行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又辞职了呢。不能。哎，你最近怎么突然这么细心啊？搞得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你这话说的，你看你那么辛苦，这不都是应该的吗？表现不错，继续保持。哎呀，睡觉。走开。那汤啊，在锅里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好。你们盛的时候小心烫啊。还有那个水果给你们从冰箱里拿出来放桌上吧，放一放再吃，现在有点凉。啊，对了，虽然天气比较热，但那空调啊，别调得太低，啊。知道了，你半个小时之前就要出门了。是，我这就走，你们慢慢聊啊。拜拜。哎，他变得越来越唠叨了。我一度怀疑雌性分泌激素过多的是他，不是我。他这是在乎你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实习奶爸做的还不错。初瑶，嗯，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？要不是当初你劝我，我可能和秦云真的就离婚了。而且。我也没有想到他去你公司上班之后变化能这么大，我和他吵架的那段时间真的是不敢想还能像现在这样。那你现在还认为结婚还有生孩子是女人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吗？嗯，哎，说真的，哎，这段时间我感觉跟秦云好像回到了之前谈恋爱时候的样子，好久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我有那么一点回想起我当初为什么选择跟他在一起了。我觉得秦云这个人吧，这辈子干不了什么大事儿，也没什么出息，但只要他对我好，对孩子好，一家子过平平淡淡的生活，这就够了。你想通啦，不要求他给你买大钻戒大豪宅啦。嗯，或许是人怀孕了，所以就变得感性了吧。又或者是前段时间我们吵得太累了，所以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。哎，小宝宝是什么星座的呀？按月份推算，应该是摩羯。摩羯？嗯。摩羯好，工作狂，正好符合你这个魔鬼老妈的要求。喂，我现在很温柔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对了，你跟洛叔最近怎么样？
又回到了最开始的位置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们不是分手了吧？你就因为网上那事儿啊？还是你爸妈看到了？都没有，只是现阶段来说最适合我俩的关系。什么叫最合适啊？你俩好不容易在一起，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那在一起就是天经地义。可是他跟我在一起太辛苦了。我认为，爱情应该是开心的、幸福的、快乐的。但如果痛苦多过幸福的话，那这段爱情是不正确的。那你舍得啊？哎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好了，你要不要喝果汁？我去给你榨。要不然一会儿秦云回来又不让你喝了。喝。K 那边怎么样了？啊，张宇和周林呢？通过他之前比赛的视频以及网络留言的 IP 地址，发现了他常用的一个邮箱。我们呢发了好多封邮件，但全部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那那个比赛呢？啊，三天之后线上比赛，前十名呢会获得一个在线专属大礼包。啊，这儿呢，里面有超大的惊喜，怎么看起来这么不靠谱啊？哎呀，年轻嘛，总有不靠谱的时候。那参不参加？参加吧。你行吗？什么叫我行啊？哎，不是，咱是一个 team 嘛，你们四个超级无敌大学霸还搞不定这个呀？哎。该何去何从？